又一名牺牲者，我却来不及救援。时间是我最大的敌人，我不想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更多的牺牲。他们明显是高危险群，我一定要出动，不要再出现牺牲了。时间是我最大的敌人，我不想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更多的牺牲。我只希望大家都能做好防癌动作，毕竟预防胜于治疗。